然后市长，请问一下，因为之前好像有在广播专访时有说过，赖市长想选2020，现在还是这样选吗？会有吗？哎，你为什么不比较？市长可以正面回应吗？我们最后一题哈，最后一题。我应该先去上厕所，我要上厕所吧。我当然知道现在哪一个人跑在前面，那哪一个人紧接在后，又或者是哪一个人还要在，这个我都知道。啊，我一样祝福每一个人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。